这个叫做客家纸伞。对。小宝回家多吃两碗饭，小宝。一二。要让你知道做生意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啊！你在煮药啊？会不会烫烫的？不会啊。闻闻看。什么味道？你闻的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臭臭的味道。因为你闻的是菊花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位置不对，位置不对。看爸爸，看爸爸。哇，现在加了很多葵花籽之类的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来这里。好可爱，他要高一点点，其实。小二你就做到今天吧，好不好？小二，小宝开始。哦，会动哎，我们没有让他真正的玩过沙子，好吗？你不要走太远哦，那边有水呢。这一集那个谁啊，九九好强。待会裤子很快就要湿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弟弟满了，不要再装了。弟弟满了，满了。满了。再来一个。看好，看好。小宝豁出去了，已经变成沙了，变成那个野小孩。捞出来个九零七，你们两个跟那两只鱼有什么差别？出发！出发！Yeah!
Thank you.